上集讲到大鹏精他们把大补丹让六耳猕猴服食，引发他全身能量大爆发，六耳猕猴回复真身了。相传这头猩猩日高一尺，夜高一丈，这回真是不得了了。小猴子，小猴子你怎么样？小猴子，小猴子，你走开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呀！你们不要抓小猴子！哎呀！小猴子，小猴子，快上啊！上啊！爹，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们离开这里。女儿别走啊。女儿，女儿，别追了，没事没事。二郎神，朕得知最近风婆婆和雷震子异动频频，所施天灾已令下界众生哀鸿遍野，饥民处处，朕实在于心不忍。虽然下界众生逐色争歌，迷梦未醒，但是都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。二郎神，你乃是执法者，所以朕这次召你来是想跟你商量可否怜悯众生，就此作罢呢？禀玉帝，天下苍生终日只顾纵情声色，耽于逸乐，而且毫无悔改之心，所以应当受此天谴以示惩戒，请玉帝千万不可轻恕他们。事到如今，期望唐僧师徒早日取得西经，施以大乘佛法，普度众生。保姆娘娘此言差矣，据杨戬观察所知，唐僧师徒屡次耽误行程，节外生枝，根本无心取经，杨戬早想下凡监察，要是他们再有什么差池，臣会施于小惩大戒，使他们知道何为法纪。哇，我到了岸边四处寻，见到了嫦娥真娇俏，李陵是含情还带笑，带我去划船戏浪潮。我叫声阿娇，你吃根香蕉。好吧，我就吃香蕉，我娇不娇俏啊？喂，干嘛老盯着我看呢？没见过美女吃香蕉啊？啊，佛祖和玉帝都没说不许我们变成女人上路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天蓬哥，总之我们没有回头，那你就告不了我呀。你们怎么上路我管不着，但如果让我知道你故意耽搁或者掉头走回头路，我就打断你的后腿。哎呀，我老孙好怕。老沙过来。啊，师傅来了。二郎真君，圣僧有礼。师傅你没事吧？你看你样貌像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傅。哎，悟空，你们又在胡闹什么？都怪这个三只眼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再在上面搞风搞雨，下雨淋命我师傅的话，我就在你头上再开一只眼，让你变成四只眼。悟空，哎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马上收拾行李准备上路吧。是，师傅。二郎真君，猎徒无礼，请多多恕罪，我们也要赶着上路了，就此告辞。真君，这只死猴子真放肆。哮天犬，你代我吩咐土地山神以及六丁六甲严密监视孙悟空他们，如果他们有任何差错的话，立刻通知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这只猴子。哮天犬遵命。哎，说什么六耳猕猴一旦恢复真身，将会日高一尺，夜高一丈，看起来没什么变化。大叔，我要你全部的香蕉啊！全都要啊？对呀，全部都要。谢谢谢谢。大叔啊，我要你全部的水果啊。全部啊？是啊。哎，谢谢小姑娘。哎，快跟我来，跟我来呀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。
小鹏女带着水果回来了，可是却找不到六耳猕猴。喂，姑娘，到了没有啊？那么远呢？就到了，就到了。啊，我累死了。哎，她看到什么这么害怕呢？原来是六耳猕猴的脚印啊！师傅，喝口水吧。师傅，喝水呀。哦，为师不渴，你喝吧。哦，师傅，我看你呆坐在这儿很久了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师傅，为师自从再做了那个噩梦之后，一直心绪不宁，总觉得会有不祥之事发生。我真的害怕梦境会成真。师傅，你用不着杞人忧天啊！这样吧，不如我画个玄光镜，让你看看小猴子机灵活泼的样子。也好。嗨。大猩猩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谁把我的小猴子变成了大猩猩啊？哎，师兄师兄啊，不用这么生气啊！想当年你的真身也跟他一模一样的，幸亏当时我还是天蓬元帅的时候，砍断你的尾巴，消了你的力气，要不然你还不是五天大一尺，十天大一丈，遇水化龙？哎呀，到时候真是不堪设想了。不过说回来，小猴子这样下去，真是……住嘴！悟空，为救苍生，你一定要阻止小猴子变成巨猴，要不然梦境成真的话，将会有一场大灾难。师傅，你放心。八戒，我走了之后你好好的照顾师傅，没问题。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，就用传心术叫我回来。嗯，没问题。阿弥陀佛。死猴子，三只眼，想去哪里？不关你的事。还跑？别跟着我，走开！站住！好烦啊你！女人！看你往哪儿跑！那个三只眼，别在这挨摔跤！你这个死猴子烈性难改，我曾经警告过你，如果你胆敢回头半步，我杨戬绝不容你！我有要紧事，给我滚开！过了我这关，你爱去哪里都行。好。师兄，救命啊！啊，嘿，今天不打了，下次就没这么幸运。嘿，死猴子，你别走！别追了，天君，为什么不追？我们说过，他回头我们才抓他，他已经回去了。死猴子一定会回头，今天不抓他，一定会后患无穷。我知道，可是这只死猴子诡计多端，难道由着他吗？我知道有个东西，必定可以治他。十方妖怪，全都给我站住！悟空，大师兄，师傅，你回来的正好。什么正好啊？叫你们两个保护师傅，我一离开你们就差点让妖精给吞了。吞什么吞啊？我智取妖精，救出老山，弄师傅性命，又来了！哎，对了，悟空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我一飞上天。遇上了那该死的三只眼，要不是八戒用传心术叫我，我一定给他打个痛快。哎呀，你理他干什么呀？你照顾我们吗？不行啊，我要救小猴子啊！救什么小猴子啊？他现在是大猩猩，有一座山那么高呢，只有人怕他，他怎么会怕人呢？还有啊，你走开，妖精群冒出来抓师傅了。对对啊，免了，你还是叫土地去帮你看看吧，有什么事通知你就行了，到时候再做打算。悟空本来很想去找六耳猕猴的，可是一看到这个细皮嫩肉引得妖精流口水的小白脸师傅，还有这两个长相威风神武其实根本没能耐的师弟，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有暂时打消救人这个念头了。启程。爹爹，哎呀，哎呀，女儿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女儿啊，爹好挂念你啊。喂，大哥，我都说他一定会回来了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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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女儿你怎么哭得眼睛红红的？那个小猴子呢？我带小猴子到树林，跟着他又变大了，现在有一座山那么高，居然不认得我了。
哎，他不认得你就算了，你跟别的朋友玩好了啊？不是啊，他已经失去长性了，幸亏我唱了以前的法术歌，他还有点记忆，要不然他把我踩死了。爹啊爹，你快想办法救救小猴子啊！我，大猩猩变得那么厉害，还叫我们去？要不是你们，小猴子怎么会变成那样？哎呀，小鹏女。难道我们想要他变成那么大吗？就是啊，其实狮子叔叔最惨了，大不丹却让他吃光了。说起来，这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呀、啊就是！你自作自受，还害了小猴子。喂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听着，爹预备带你去长安，新地方、新事物，认识新朋友，你就会忘记他了啊！我们要走吗？干嘛要去长安啊？哎，傻丫头。长安乃帝王之都，英雄之地，到那里才有作为的。你们只顾自己，我不去啊！我要留在这儿陪小猴子。哎，爹要你跟着去，你就去啊！那小猴子怎么办？草民叩见万岁，平身，谢万岁。咸阳附近出现怪兽的事，很快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唐太宗那里。你就把当日所见所闻对皇上禀奏吧。朕真是闻所未闻，老人家。此巨猴究竟是何等模样？当时草民吓坏了，看不清楚。后来听到见过巨猴的人说呀，那只巨猴啊，有三个头，六只手背，嘴巴还会喷火呀。启奏皇上，城中出现怪兽，乃万民之祸也。有趣，有趣，难得天降巨兽。啊，尉迟将军，末将在。中秋在即。朕命你刻日之内活捉此兽，并在咸阳城兴建观兽台，以便朕和举国上下在中秋把酒赏月之时一同欣赏此猴。皇上，臣绝万万不可呀！卫青家何出此言？咸阳城出现此巨兽，在未曾清楚底蕴之前贸然出兵，恐怕会伤及将士性命，牺牲无辜啊！卫青家，你太过虑了，区区一只巨猴算得了什么呢？皇上，哎，朕意已决，无需拖延，就此决定。也难怪唐太宗这么自信，自从他登位以来，武功鼎盛，可以说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一度还打到了波斯国那么远，弄得那些藩邦的皇帝个个都俯首称臣，称唐太宗为天可汗。也就是皇帝中的皇帝的意思，他怎么会怕区区一只怪兽呢？至于大唐的子民，因为物质太丰富了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每天只知道蒸歌逐色，日子过得很无聊，心灵也非常的空虚。突然听到有怪兽出现这么刺激的事，这些玩遍了所有玩意儿的人不但不怕，还纷纷的上路要去抓怪兽呢。喂，啊，听说咸阳城有巨猴啊！啊，真的，一块见识一下啊！好啊，走。哎呀，快去看看呢！哎呀，去看看！去看看！啊，小猴子爷去了咸阳城外的深山。哎，那里的人有没有疏散和避开呀、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疏散也没避开，还争先恐后，纷纷赶到城里看盛会呀、啊！那那那，城里开了一家叫观兽楼的，看来也想赚他一笔呀、啊！哎呀，如今咸阳城里水泄不通、嗯，简直是寸步难移呀、啊！喂喂喂，你有没有看错呀？喂喂喂，我做了几百年徒弟，从来没有看错过。他们现在不知道多兴奋呐、啊，打赌下重注，看谁会抓到巨兽。有些说是用水淹，有些说是用火攻啊！啊，哎呀，这够了！五花八门。如今小猴子遇水就化龙，遇火则会功力大增，千变万化，根本就控制不了。那些人只会更危险。哎，常言道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可是这次恐怕死的人可多了。不可以让他们死，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救人要紧的。大师兄，你马上飞去救人，拜托你，求求你快去救人好不好啊？那我不想，我走了，谁来保护师傅？指望你们俩快料啊！再说，那个死三只眼上次一定很不服气，这次一定会率领天兵天将来捉拿我。单打独斗我不怕的，可是要对付那么多人，那我有什么辙？哎，天意难违呀、啊！
我们还是继续取经吧。啊，大师兄，你有没有去过长安呢？那里的人真的特别的坏啊，尤其是女人，打扮的妖妖艳艳，穿的要暴露啊。不过我喜欢你，我是说啊，引人犯罪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男人更坏，吃喝嫖赌样样皆精啊，遭受天谴也是应该的。哎，算了，别理他们了，我们继续上路吧。不好，不好，继续上路。你还不是想早点取到经，然后带着你的嫦娥妹妹双宿双栖，你自己人犯色戒。喂，你可别瞎说啊！我瞎说，你可别听。师傅不见了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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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就是啊，师傅，十方妖怪对你虎视眈眈的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危险的。为师早已置身于三界之外，不属于五行之中，生死对我来说又有何干？为免巨猴作乱，生灵涂炭，你们要立刻回长安，阻止一场浩劫的降临。可是我们不能把师父留在这里啊！这次事关重大，长安城万民福祉就交在你们的手上。照师父猜测，二郎神执法如山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这里有三封信，你们每人一封，分开三条路径，希望可以避开二郎神。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能回到京城，就马上把信交给皇上，那么就有机会阻止这场浩劫的降临。阿弥陀佛，求菩萨保佑。师父，你放心，那三只眼不可能答应我。只要我回去，小猴子就会服服帖帖的，保证不会闯祸。悟空，你乃是小猴的师父，作为情同兄弟，为师对你最有信心，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收服他。悟能，你原是天蓬元帅，当年力战悟空巨猴阵阵，这次要是你能够砍下小猴尾巴，相信也可消其戾气。悟净，你是法力最低的一个，要是只有你一个人到达长安城，你要切记不能硬拼，以免做无谓的牺牲。你就照着这封信上所说，劝皇上号召黎民百姓撤离长安，要是能够及时阻止这场浩劫，那你就已经造福苍生了。我会记住的，师父。起来吧。既然师父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，我们就马上启程，分海陆空三路出发。我有筋斗云，自然是飞回去。八戒，你老是说自己是天蓬元帅，掌管天河十万兵，水性一定不错，你求水回去。天河没有水啊。老沙，你什么都别管，一直跑回去。长安在哪里，大师兄？你告诉他，长安当然是在东边了。你看太阳从哪边升起，你就往哪边跑啊。喂，站住。你现在说跑就跑，不要理师傅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回来。哦，师父，我这个辟魔圈呢，可以抗邪辟妖，一般的妖怪没办法靠近你，你就安心的留在里面。还有，我已经通知了土地山神，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会马上通知我的。悟空啊，为师就在这里等你的消息。师父啊，就这么一个圈圈，看起来有点扛不住啊，不知道安不安全啊？我这个辟魔圈安全的不得了啊。是吗？二师兄，你干嘛要躲到辟魔圈里面？我担心不够安全，留在这里保护师父，顺便等你们的消息啊。那你这个死肥猪，赖在里头不想走啊！出来！师父啊，是不是又要我修理你啊？师父，马上把你给我揪出来！师父，二师兄啊，跟我们回长安吧，走吧走吧。大师兄生气了，他真的会狠狠地修理你一顿的。走吧走吧，走走。干什么嘛？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还回去？还听话嘛？你真是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死猴子，你只是担心那小猴子，你感情用事。菩萨也是这么说的，叫我们早日取得真经，让世人早日悟得三藏真谛，度苦海众生。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啊！你不用废话连篇了，你根本就是怕，你不敢拦截大猩猩。不用。怎么？是啊，我承认。怎么样？蝼蚁尚且偷生啊，何况我是头猪，我害怕有什么稀奇啊？怎么样啊？师父说句公道话，师父。悟空，悟能，你也会说了，蝼蚁尚且偷生，就是你有何人京城千万黎民遭受生灵涂炭？
眼前的人命你都不去救，就算让你取得大乘佛法又有何意义、啊、嗯，那你听着，要是你不阻止这场浩劫，为师就不认你为徒儿。师父不要啊，你让师父生气，你说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吵了，快向师父道歉呢。师父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师父，我走了。又干什么呀？答应了之后你可不能反悔啊。还有啊，到了京城不准变人形。为什么？怕你变成人形就忙着调戏妇女，误了大事。幻想也不可以啊。师兄，你干什么呀？刚才我在你的身上下了个咒，你以后都是这副尊容了，这样你就不会想着调戏妇女，会专心拦截大猩猩了。你太过分了啊，居然这么卑鄙啊。我卑鄙？你才卑鄙。好了，不要吵了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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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父，我们走了，你小心点啊。你们三个也要小心点啊。阿弥陀佛。吵了半天，三师兄弟终于誓师出发了，到底谁会最快回到长安呢？悟空有72变，赢面最大，八戒吨位太重，看来没什么希望。沙僧斗志最强，也许还有点机会。八戒这个懒猪明知道自己挺了个大肚子，反正是输定了，于是目无表情，突然又显得活灵活现似的，心想管他3721，先拿个头彩再说吧。我是天蓬元帅，难道是假的？话分两头，悟空他们刚刚赶回长安的时候，玉帝就已经接到消息了。他龙颜大怒，立刻命令二郎神杨戬率领10万天兵天将去追截他们。悟空他们以为兵分三路走，就可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。可是人家是10万天兵天将啊，就算你分开三份，每人都要应付33333个人。哎呀，这光是赶路已经累死了，更何况他们在后面追呢。悟空可以飞啊，八戒又怎么样？惨喽，他吨位太重，那群天兵天将追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他会不会是第一个被抓住呢？要赢别人，先要赢自己。八戒这个笨猪跳，一跳就跳到四海龙宫那边了。四海龙王一接到玉帝的命令，立刻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付八戒的方法。咦，那沙僧那边又如何呢？他看着太阳一直跑，低着头冲啊冲。这个人虽然糊涂一点，可是他的斗志强，也未必没机会的。不过，意外的事情很难说的。加油啊，沙僧，向着未知的未来冲啊。海陆空三军之中，悟空可说是最招摇的。你看，哇，这碧海浮珠，嘿，这个八戒还是别理他了。看看另一方面，沙僧被人越追越近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咬紧了牙根，发动100匹马力。沙僧到底在流沙河待了这么多年，外号叫探沙神，跑沙地怎么都是占便宜的。你是不是非拦着我不可？师友怎么样？那是你逼我的。正当悟空和沙僧都在拼命之际，八戒却在这里享受日光浴，突然有东西飞过来了，原来是东海龙王派来的先头部队小飞侠。八戒脸都绿了，立刻去找他的朋友小明来帮忙。到底八戒以前当过天蓬元帅，在海里的朋友特别多，这次有小明来帮忙，他又可以安安心心的舒服一会儿了。沙僧的100匹马力果然有效，可是天兵天将居然使诈，明知道跑不过沙僧，就射出后羿剩下来的追风逐月箭。好在沙僧这么一闪，
没事。好了，再看看悟空那边，本来他已经可以摆脱二郎神杨戬，谁知道突然间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塔。八戒这边呢，则继续提着小明，哎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至于沙僧，凭着他的努力，终于摆脱了天兵天将，但是，太阳不见了，惨喽！沙僧看着太阳跑的嘛，现在当场愣在那儿了。一个二郎神杨戬，一只哮天犬，一个玲珑宝塔，搞得悟空头都大了。悟空看他们玩得那么高兴，那就一块在塔里玩个痛快吧。八戒本来在享福的，谁知道小明一个喷嚏就飞了大老远的。都是你的猪鬃挠到人家的鼻子了。嗯，这什么地方？妖怪啊！喂，喂，喂，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大唐国土啊！八戒就赠到了，没想到他是第一个来到大唐的人，这是世事难料。究竟他能不能完成使命呢？另一方面，沙僧还是望天打卦。好在终于雨过天青，太阳出来了，沙僧也终于有指路明灯了。可是跟着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他出发的时候太阳从东边升起的，朝着他跑当然不会错，可是现在日落西山了，他到底往哪儿跑了呢？别枉费心机了，这座是李靖的玲珑宝塔，你以为敲几下你能跑得掉吗？玲珑宝塔有万道佛光笼罩，三界之内能够困住任何邪魔妖道，就算你会七十二变，这回也跑不掉了，束手就擒吧。哼，三只眼，你只要把老孙困在这里，要是长安城的巨猴作乱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了，到时候血流成河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你黄二郎神掌管天地律法秩序，就算凡间有妖物出现，也应该由本座去住呢，你只不过是奉命护送唐僧取经，别的事用不了你管。你这三只眼简直就是一块木头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小猴子真身跟老孙的是一模一样，同样是凶残暴力。如今小猴子五天高一丈，十天大一倍，时间一长，别说你三只眼，我老孙也未必有办法对付得了他。嘿，要是妖猴真的那么厉害，那我应该禀明玉帝，连同风雨雷电四大金刚一块去捉拿。说得好听，那你还待在这里？你也好不了多少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像个木字躺在这里。还有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会困在宝塔里吗？废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哎，对了，三只眼，塔是你借来的，你应该有办法出去啊。我向托塔天王借塔，没想过自己会困在这里。呀，你怎么回事？借的时候应该问清楚吗？你这害人精害死人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一块等死吧。这倒未必，我记得李靖说过，玲珑宝塔乃是佛光护印的宝塔，只要你有大智慧，就会见到佛光普照，到时候万千诸佛会护送你安然而去。真的？哎，天君，孙悟空他跟着他。哎呀，刺眼的什么东西啊！笑什么笑？很有趣的，会闪的。哎。你是佛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原来，本座乃是这座玲珑宝塔的智慧尊者，专程向各位指点迷津。那最好了，智慧佛尊者，麻烦你啊，点条路给老孙走，我赶着救人呢。路就在前面。前面？没有。你看到没有？前路是明是暗，就要靠各位施主的智慧。话说当年佛祖慈悲为怀，隔肉喂鹰。智慧佛尊者，我赶时间，求你不要再说佛理了，好不好？这不但是佛理，也是你们要答的问题啊！问答游戏啊！哎，如果你们答不出这个问题，不但不可以离开这座宝塔，还要常伴我坐下，一生听我的妙音佛法。不是吧？一生听你的妙音佛法？好，你慢慢说，一字一句千万不要错漏。好，听着。
话说当年佛祖慈悲为怀，割肉喂鹰，可是那只老鹰不但不感恩图报，而且还贪得无厌，每天要吃足两餐。哼，但是很奇怪，每天黎明的时候从东边飞向西天吃佛祖的肉，要飞一个时辰，可是在黄昏的时候再从东边飞向西天吃佛祖的肉，居然要飞两个时辰，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他白天的时候吃得太饱了，所以下午再飞要双倍的时间。错。哎呀，说的是大智慧吧，大家有点深度行不行啊？我知道，因为老鹰啊被佛祖所感动，所以下午飞去的时候呢顺便弘扬佛法，以致耽误了行程，所以下午飞的时候呢需要两个时辰。也错。不是吧，这个答案也会错。施主，每天只有一次机会，明天清早。哦，喂，你早点说嘛，早点说我就不会这么答了，我根本不答。都是你这三只眼害死人了，答答答全都答错了。你呀，明天最好不要吭声啊，免得被你浪费了机会。难道你答对了吗？野性难驯。你现在是怪我了？岂有此理，是不是想打？还打？不如想想答案吧。老鹰在黎明的时候从东边飞去西边吃佛祖的肉要一个时辰，可是到了黄昏的时候再飞一次要两个时辰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各位观众，不如你也想一想吧。快点，这点问题也答不出来，明天就看我的。我就看你明天如何回答。观兽楼。小二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看什么看，这么爱看去怡红院啊。对不起，客官要点什么呢？来点素菜，不过要上好的，快点。啊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喂喂，什么事？这里叫观兽楼，是不是曾经有巨兽出现过啊？哎，整个长安城啊人人都在等巨兽，哪有人见过？哎，不知道那些朝廷大臣是怎么办事的，说什么在中秋节之前把巨兽抓回来赏月，到现在还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就是啊，我呀买卖都不做了，赶来京城啊凑热闹的。你说吧，我现在回去还是不回去？我也是啊，不过仔细想想也不能怪朝廷大臣的，咸阳城以北的树林连绵千里，要抓巨兽可不是容易的事啊。就是，老实说，不止你心急，皇上比你还心急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今天一大早发了皇榜，要是哪位奇能异士抓到巨兽的话，就封他为国师，岂不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吗？是啊是啊。什么？大猩猩也来了这里？是啊，不过目前还没有人找到，听说谁要抓到他，谁就可以当国师了。哇，要是能当大唐国师，有权有势，比在高昌国还威风啊。我们等了那么久，倒霉了那么久，终于可以来一个利于翻身了。哎，有个屁用啊，刚才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就已经把老百姓吓跑了，还当什么国师啊？所以说你什么都不懂，黄榜写得很清楚，只要抓到大猩猩就能当国师。你这个长相虽然奇巧无比，人家还不是一样会拜你的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可是我怕皇上一见到我们就吓死了，我看我们还是不见也罢。哎，我有办法。玉帝实在太过虑了，朕手下雄师百万，多年来东征西讨都未尝一败，对付区区一只巨猴简直绰绰有余，如今朕只是心急，希望快点把他抓回来观赏观赏。皇上，你听我说啊，事关重大，如果那巨猴日高一尺，口喷蓝烟，哎，朕自有办法对付的。玉帝派你千里迢迢送信而来，你一定很累了，到后宫歇着吧。皇上，启奏皇上，这三位勇士特来求见，他们说愿意为皇上捉拿巨兽成为国师。难得三位勇士有此大志，请问你们有何办法捉拿巨兽？皇上请放心，小的三兄弟自幼在高昌国斩妖除魔，替天行道，维护法纪，受到万民爱戴，
还是为非作歹，作威作福，神憎鬼厌，被人轰出来了。喂，你别一开口就胡说八道啊，大家心里有数啊。猪八戒。好，原来几位是旧相识。皇上，你千万别听这个小人胡言乱语，有损我们三兄弟的形象。哎呀，你们三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，说什么形象啊？想见人那就该把帽子脱掉，让皇上研究。喂，你长得英俊潇洒吗？大家一块脱下来看一看。我怕你鼻子大，脱就脱嘛，来。几位的长相都是啊，奇人异士的样貌，果然与众不同啊。猪八戒，我劝你别在皇上面前献丑，你曾几何时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嘿嘿，你算了吧，上次要不是你使诈，能赢得了我吗？论法术论背景，我赢你一大截，我前身好歹是个天蓬元帅，掌管天河十万兵呢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火凤凰？火凤凰就是我的祖先，曾几何时救过王母娘娘出升天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多威风，是皇帝玉帝的徒弟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凤凰生孔雀，孔雀生大鹏，我大鹏可是名门望族。好了，不要再争了，你们几位都是大有来头，背景显赫，这样吧，朕就同时封你们为灭魔大将军，要是谁能够抓到巨兽，朕就封他为国师，好吗？谢主隆恩。切，干嘛这么快就谢恩呢？一定是你抓到吗？不害臊。你厉害，那你先去抓吧，你能抓到他，我替你提鞋子。好啊，怕你啊，鸟蛋。谁怕谁了？四肥猪，走着瞧。逞什么强，争什么面子，答应得这么快，万一输了要给人家提鞋子的。都是你这死猴子害我的，到现在还不回来，死到哪儿去了？我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挺害怕。说到底都怪去什么西京啊，大老远的回长安干什么呢？要是现在没事做啊，和嫦娥妹妹把臂同游，喝杯酒，赏赏月，吃个月饼，多好。倒霉呀。请问面膜大将军在吗？当然在了，他能去哪里啊？进来吧。你一定是猪八戒大将军了。嫦娥妹妹，大将军，你说什么？嫦娥妹妹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大将军，我看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我乃当今皇上的女儿，文成公主，并不是大将军所说的什么嫦娥妹妹。文成公主？怎么这么像啊？天下之大，人有相似，物有相同，不足为奇。我得知将军即日之内要领兵捉拿巨兽，所以特地来向将军敬酒的。走，哎，别那么快走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敬酒啊，敬酒好啊。其实当我知道父王下令捕捉巨兽来潜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很担心，担心将士会伤及身体，枉送性命。现在幸好有你们四位将军见义勇为，胆色过人，要是能够不用一兵一卒就擒获巨兽，那真是我大唐之福了。大将军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？你好美不啊，对不起，失态。对了，公主，我这模样会不会吓着你啊？这样吧，我戴上帽子再跟你聊啊。大将军啊，你何须如此介怀自己的样貌呢？其实样貌根本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心。其实我一直很仰慕的是一些爱国之士。那正好，我就是。忠君爱国乃是我们大丈夫分内之事。公主你放心，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大唐有你这样的爱国之士，乃是社稷之福。我决定明天随军出发，激励三军士气，尽快捉拿巨兽。一起出发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可以把臂同游。大将军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没什么。
今年的中秋节不会寂寞。原来唐太宗的公主长得貌美如花呀。喂，听说她爱国爱民，最仰慕的是英雄勇士。你不是想娶老婆吗？要是你抓到大猩猩，别说国师了，嘿嘿，驸马也非你莫属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我出发了。喂，那个死肥猪啊还没有到啊，要等他才能够出发的。死肥猪耽误时间真可恶，不等了。喂，公主，末将已经迫不及待为国效力，捉拿巨猴。猪八戒耽误军旅，我们不要等他了。公主，升旗。公主，秦时明月，汉时孤鹌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公主，我已经准备好为天为地为国为民，奋勇杀敌，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。朱将军，毛手毛脚就爱占小便宜，还明目张胆呢。喂，他想跟你争公主啊？想跟我争公主？哈哈，他有这个本事吗？出发！各位观众，下一集的《西游记》，无敌星星王，遇水化龙。人生关死劫，轻轻松，千般色相偏看重，镜不染尘，凡心动。金苹果靠当天种，手中剑吊心里中，对天对地圆我梦。龙把招扇拨不清，念紧箍咒心情明，合纸一算让起袈裟取我西经，凡间仙界比坚贞，烈火心雪巧虔诚，合掌一笑无需爱恨，只爱世经，戒恨戒憎不戒心情心。